各位汽车世界的车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湾保时捷的公关经理 Gordon。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向大家介绍我们全新开幕的保时捷台北敦南展间。那这个展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保时捷车子在台湾其实从1972年就已经卖出了第一部保时捷911在街上跑了，但是我们一直到1997年才在台湾的敦化南路，台北敦化南路成立了第一个独立展间。成立独立的第一个展间，那我们身后这一部993的911车款就是当年展间成立的时候交出的第一个车型，我们所以今天特别把这部车在现场展出，来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以及当时的这种时代感。经过了20多年，台湾的消费市场越来越成熟，保时捷其实在台湾的销售量也颇有斩获。那所以我们决定为了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让消费者能够有一个更宽裕的赏车空间，以及让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销售服务，我们在不远的地方，在基隆路大安区人烟一样是精华地段，然后成立了这个独立的展示中心。所以你们会发现我们在外墙上面整个设施其实都是比照德国的规格所打造的。那这个展间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保时捷台北是所谓保时捷定制这种配件 Porsche Exclusive Manufacturer 的 Certified Partner。那当然你在其他的我们其他各地的展间你也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服务，但是在这种 Certified Partner 的展间里面，你可以看到这种客制化打造的实际的一部车款，你可以理解到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选了这样的配备，它可能会是什么样的质感或是什么样的视觉的感受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定制化服务上面也提供了更优质的这种服务品质。谢谢大家。